就全部这一些。咱咧巷仔后壁吼，嘛一间专门咧做这烤肉的。哦，因到中秋节啦，是啥物？哎，生意偌好嘞，几啊，刚几啊台车。玩具车，他会送这个糖。起码拢安尼种别人在备料的。那个这个玩具车。穿这料上辛苦啊。嗯。呀。妈妈。老虎掉在地上。老虎掉在地上啊！小队给你慢慢看。小，谢谢哦，不客气。哎。不得住。啊，小妹，妈妈看有不乖，不要换来。妈。爸爸。刘星义还在一直照相。哦。不要浪费底片哦。星义，不要浪费底片哦。说小叔烤好了没？我很饿耶。俺们来到沙冈。好，我给你拍，我要给你拍喽。对呀、啊，小叔，我很饿耶。我耶耶哦，好。你还在拍垃圾桶啊？来一直拍呀、啊！我以前要烤过了，真的吗？谁带你去烤的？妈妈，银金，他买一道工，银二姐夫啊，桂林行，含桂金，260斤的，第一行吧，含一工，含他十斤的肉块，含肉块的，啊，还没到嘞，到尾后嘿啊，十二号。